台湾高雄市城中城大楼发生火灾之后，大陆有关方面高度关切。国务院台办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向此次事故罹难的同胞表达深切哀悼，向受伤同胞和相关人员家属表达诚挚的慰问。事故发生后，中国红十字会高度关切，通过台湾红十字会组织向此次事故罹难的同胞表示深切哀悼，向受伤者和遇难同胞亲属表示诚挚慰问。